大家好。大家可以想象，在这个我们的女神一样小玉的演讲之后啊，我来演讲，我所要承受的压力啊，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提醒我们演讲者，也感谢校长呢，把我年龄这么大的一个老者吧，算是请来参加一个这么年轻的话题。在这个所有的演讲者里呢，我还唯一可以排得上第一的，就是我年龄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我是28岁来深圳的，今年是来深圳的整整30年，就是我在这个我所热爱的城市里生活的时间呢，已经超过在座的好多听众的好多听众的这个年龄了哈，所以我就讲一点我和这个城市的故事哈。我先小易刚才讲的是鸟的就船的故事，海面上我讲山里边的一个鸟，这个鸟叫凤头鹰，是2013年的3月3号，我在我们深圳的马峦山里徒步，就在一个很偏的一个沟里边呢，就发现了一个高大概到五台顶上大概是6-7米、7-8米高的，然后将近50多米长的一个捕鸟网。大家知道我们广东人非常勤劳，也非常有创新性，但是广东历史上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野味。有一句俗话说，在广东除了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椅子，广东人都敢吃哈。那么这个捕鸟网呢，就是当地一些人呢把它放在那里，就捕获这种来来去去飞的鸟。那么我们见到这个鸟网上的时候呢，上面布满了这种各种鸟的尸体。为什么呢？这个捕鸟的它是没有界限，什么鸟都会捕住，但是它选择吃的时候，煲汤啊、滋补啊什么这些呢，它会选择各种鸟，所以上面它觉得有用的或者能卖掉的、能煲汤的它就留下了，那没用的呢上面就留在网上面。那么我们就开始拆这些网，在2013年，现在就在6-7年以前呢，拆这种捕鸟网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当地人会认为你断了他的财路和断了他滋补身体的食品的来源。那我们就拆的当中，我就发现了这只鸟，这个它是整个身体脚背已经套在这个网里边了。那么我就把它救下来了。救下来第二天呢，当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难过哈，我就越想，因为第一天我刚刚去完香港的弥浦自然保护区，我把香港和深圳做了比较以后，就心里特别难受，就写了，当时还没有微信，就写了一个微博，晚上10点多就把它发出来。第二天是周一，我也没看它，等到第二天中午我打开这个微博的时候，发现它这个已经有这个，大家看这个左上角已经有21万多的点击了，就是当时中国的好多大咖包括演员都转发了这个微博。这个转发了以后，就在北京、香港、深圳、上海都引起很大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注意。3月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季节，我同学们可能年轻不太懂，3月份是每年我们开人大的季节和两会的季节。当时的领导在北京看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我们市领导，然后就打电话回来，就命令深圳所有的森林警察那一年上山，就把山林里所有的这个捕鸟网都给拆了。那么从那一年开始，深圳的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记录，一直在拆这个网，一直也呼吁。那么深圳慢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早先拆这个网的时候，人们是
就是会有对抗，甚至会打起来。那么后来呢，就我们猜的时候呢，那个弄网的那些人呢，就躲得远远的看啊，他知道自己做错了。那么到现在，今天二零一八年，我们深圳是什么呢？在整个广东，我们深圳境内是唯一一个没有捕鸟网的城市。这个在一出深圳，我去徒步在山林走的时候，依然看到大量的捕鸟网啊，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努力，咱们深圳先走一步。那么在这个就是那个鸟被在网里的时候的一个特写，我拍下来的。大家注意，它这个嘴啊、舌头都被那个鸟网的，它要啄这个鸟网，它认为啄了以后就可以挣脱，舌头都被那个网丝给揪出来了。那么我就在微博里就说，我用很煽情的文字就说，我说，这个鸟凤头鹰用非仇视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人类。后来，我的那个鸟类的辅导老师，因为我在做这个自然记录时候有专门的老师在做辅导，他是研究鸟类的，他就跟我说，打来电话，他说南老师，凤头鹰是猛禽，猛禽看什么动物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眼神，他不会说是看到人类是这样，因为他这但是我把他救下来以后，大家看看他的眼神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哈，这是我觉得是还是有一点变化的。那么这个这么多年的行走和记录呢，实际上它源于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实践，我和我带领的团队和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的同爱者做的一个实践，这个实践就叫在地关怀。我希望就是我们现在一说什么都关心国家大事，这个大家也知道了哈，就是整天美国发生什么贸易战啦什么的，一说环境保护就是大熊猫北极熊，反而忽略了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自然笔记里的前言里的标题就是在家与国之间还有一个家园，这个家园就我们生活的城市，呼吸的空气，身边的河海这样的。所以我就试图在做一个实践，就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知道自己的城市。那么我做了第一件事情，第一批事情呢，就是写了几本书，来从历史上，来从时间的脉络上来追溯深圳哈、追溯深圳的历史，然后拍了一些纪录片哈、来记录深圳的历史，这样的先把时间的脉络理清。那么另外一个工作呢，另外一个实践呢，我就做田野调查，就是用了接近20年的时间徒步，不是我们开上个车啊去哪里看完什么地方就回来，一定要求是徒步。我认为徒步是做田野调查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我每天我要去这个地方，我一定是定一个起点和终点。我们校长跟我们走过几次哈、把校长走得很还是走得很累哈、走得很悲催。徒步做自然的记录和历史的记录，这个呢就实现这个从空间上来了解我们这个城市。那么就写了一些专栏，这个专栏不是专栏，是专版，就《京报》的胡红霞总编呢给了我整个一个报纸的整版，我一周一次写了整整2年来记录深圳的这个动物植物。大家看这个这个左上角呢，这个写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写完以后人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哈，就写了整整100期，然后也拍了一些纪录片在央视来放，讲这个深圳的最近的这几个，今年会在深圳来放。看我们深圳，大家看在整个地球上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哈，它是面朝中国南海，然后它的东面就是太平洋，这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它是位于这个
北回归线。那么北回归线以南，北回归线是什么呢？是太阳可以直射到地球最北的地方，所以它亚热带，它每年的降雨量是同一纬度上非洲降雨量的200到300倍，所以它的这个充足的日照、丰沛的降雨，然后复杂的地理环境，就是它又有山又有海又有平原又有城市，它成为成为这个整个中国物种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在这个在我们深圳，我所统计到的各种的数据，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在深圳生活的生命物种超过30000种。大家可能没有这个特别多概念，这个30000种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人，就是我们2300万人，只是其中的一种，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我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是和它和将近30000种生命一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啊，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群体啊。那么它的这个从空间上，它的面积，是这个，在1985年的时候，我看那个档案里和咱们的地名志里边记录的是这么多，1867平方公里，啊。我们感觉很深圳已经很大了，但是实际上和其他比起来非常小。2016年的面积是1997，这100平方公里怎么来的？填海填出来，包括我们深圳机场，包括大运会馆，包括我们现在在的学校，啊，这都是填海填出来的。那么，海洋面积是1000多平方公里，那么这个面积有多大呢？深圳的面积，它是北京的1/8，啊，它是上海的1/3，广州的1/3，澳大利亚的3800分之1。为什么我拿澳大利亚来做比较呢？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深圳的人和澳大利亚的人口是接近的，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3800分之1的土地上养育了同样的人，而且生活得这么好，而且有这么好的外国语学校，哈，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哈，但是即使人口这么密度，我们深圳是整个华人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高过香港，也高过澳门，上海、北京就不要说了，哈。那么即使这样，我们深圳仍然把其中48%到49%的土地呢划为生态保护线，划成，这就是我特别觉得珍爱的地方。2018年，深圳的这个空气环保部公布了深圳的空气质量指数，哈，就在全国的这个169个城市，就把一些很小的城市都放进去了。在169个城市里边讲空气质量的时候，我们深圳排名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第5，啊，那么前边排的这些城市的所有的这个，它的人口、它的汽车、它创造的经济总量加起来都没有超过深圳，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是有足够的、有强烈的、有幸福感的权利的啊。这个，我刚才讲就是说，当我们在地关怀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关怀，那么我除了做记录，我就想，其中说这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让我们深圳这个家呢，尽量更好一些，更多的关注一些。所以可能和大家一起呢做过，包括和小玉老师啊，和我们校长一起呢做了好多推动深圳变好的事情，发起了反填海的一些针对一些企业填海的行动，然后我发起了整个中国的第一个自然好书奖，我想通过阅读来改变这个大家的观念，发起了中国的第一个自然童书奖，就是
已经连续办了两三届哈、啊、这样的一些努力。那么对我们深圳呢，我未来有就是在大家的努力下呢，我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好啊。一个呢就是它会像亚热带，亚热带就是它热带的动植物也能包容也接受，温带的也接受，它比较是一个混搭的地区。那么希望深圳仍然能保持它的宽容和多样啊，这样。第二个呢，我希望我们深圳呢能制定整个中国最严苛的自然保护法，啊，自然保护法，把我们的家园呢呵护起来。深圳历史上有很多先锋的这个尝试，和这个努力，在全国是起了标杆作用的，包括我们小鱼老师办的中国杯帆船赛，都是这个城市的人就特别擅长创新和尝试。那么我觉得新的一个尝试呢，先行呢，就是制定整个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上最科学最严谨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法规啊。再一个呢，我希望它成为中国内地最长寿的城市啊。为什么呢？这个一点都不难，因为2017年、2018年的数字没出来，2017年香港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整个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城市。当然和它的这个医疗条件啊、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生态环境保护好。香港170多年了，将近180年了开埠，但是它被开发的土地呢一直到现在还控制在25%，大量的生态环境的空间呢留给郊野公园，留给这个自然保护区。所以我们和香港就是一道铁丝网，实际上山林海洋都一样样的，如果大家一起努力呢，可能成为整个中国人均寿命活得最长的城市。它香港的男的人均寿命是平均82岁，就然后女的平均寿命87岁。让深圳这么好，让我们活得更久一点，一起来和他一起度过未来的美好。谢谢大家。